10月17日，汤唯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一组和老公金泰勇以及女儿游玩的照片，并配文：一朵花，两妇女，三人行字里行间幸福满意。这也是他首次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女儿正面照。汤唯女儿身穿白色 T 恤，绑着外套辫，头上还插着一朵花，超萌超可爱。这个角度来看，汤唯女儿的睫毛很长，是睫毛精本精了。不过网友们还是希望小朋友能抬起头。女儿坐在汤唯老公的肩膀上，父女二人共同欣赏风景，画面好温馨。遗憾的是汤唯并没有出镜，当日他是摄影师，一家三口人的脚丫踩在一起，这大概就是幸福的样子吧。汤唯的老公金泰勇是一名韩国导演，比汤唯大了整整10岁，但是缘分就是那么妙不可言。两人于2009年拍摄电影《晚秋》时相识，但之后并无交集。直到2013年，汤唯去韩国拍摄广告，再次遇到金泰勇，两人从朋友慢慢发展为恋人的关系。2014年，汤唯正式成为韩国媳妇。虽然很多网友认为金泰勇的颜值太一般，配不上汤唯，不过汤唯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说，泰勇 XI 对我而言亦是益友，亦是兄长，也是爱人。其实小时候我是觉得我肯定不会嫁给一外国人，但是缘分就是那么随性，我也欣然接受。从汤唯偶尔晒出的照片来看，如今的汤唯生活幸福美满，堪称中韩恋的成功模板。